南投县的梅西部落是赛德克族跟平地人的交界处，在这个交界处，我们听到了属于梅西部落的声音——口簧琴的演奏。来喽，不要紧张啊。这是我们的古调的那个主要的主旋律哦，就是我们赛德克的古调的 Re Mi Sol La， 对的古旋律。OK， 然后其实跟我们的歌有关系。哦，比方就有什么歌曲是有代表性的？跳舞歌，然后皇宫歌，随便哼个一首了。那比如最简单最，比如最常唱的，咿哟西哟西，咿哟西哟西，咿哟西哟西。一游戏游戏最普遍，大家所有人的想象，对对对，这我听过，对对对。